刚有一个台风经过，但是我们要证明一件事情，你那大有能力的神，你必然保守台湾。因为我们知道你怜悯我们台湾的百姓，不至于搅这些台风，使我们有更大的损失，我们要感谢你。我们也要知道，无论什么样的经过，怎么样的遭遇，都有你的爱，你的爱是一个不改变。无论台风再大，你的爱都依然存在。因为你必保守我们前面的道路，也求你继续的保守那一些家里有遇到这些苦难死亡的啊这些弟兄姐妹，求主你怜悯他们，扶持他们，因为在这次受灾的弟兄姐妹当中，我们看到他们啊的痛苦。看见他们受到台风的摧残之后，我们要将他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你帮助他们，求你让他们有依靠你的心，在这些当中依然能够站立起来。感谢你，我要祈求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反当我们到你面前的，我们要将一切重担交托在你的手中，你必然使他翻转成为。因为我们知道，只要在神的面前，到主耶稣的面前仰望主耶稣，赐给我们新的生命的时候，我们的生命必然重新开始。因为那里面有那丰富的恩典，有那上面来的能力，有那是我们行走的力量，无论到每一个阶段都不至于缺乏回答。我们要再次的感谢。当我们到你的面前时，我们要用虔诚心、感谢的心、赞美的心，再次献上交托感谢。求圣灵保守我们今天所有的敬拜，无论是上帝给我们的话语，你所交换我们的话语，都能够使我们得到心满意足。我们再次感谢你，求你这样啊带领我们今天所有的一切敬拜。我们祈求都是多靠主耶稣。现在我们要恭送上帝的话，在圣经旧约圣经创世纪32:24-31，创世纪32:24-31，我们来啊恭送上帝的话。24节，只留下雅各一人，有一个人来他摔跤，直到天快亮的时候，那人见自己不能胜过他，就在他的大脖上打了一下。于是雅各与那人摔跤的时候，大脖脱了甲。那人说：“天快亮了，那我走吧。”雅各说：“不过。”你不给我住，我就不让你走。那人问他：“你叫什么名字？”他回答：“雅各。”那人说：“你的名字不要再叫雅各，要叫以色列，因为你离了神，叫你多得胜。”雅各问他说：“请把你名告诉我。”那人回答：“为什么问我的名呢？”他就在那里。更住，于是雅各给那地方起名叫比努尼勒，意思说我面对面看见神，我的性命仍得保全。雅各经过昆努尼勒的时候，太阳刚刚出来，照在他身上，他因为大腿的伤，跛脚行走。以上认识。所给我们的话，现在我们要讲到